我是大雅乐舞集团长王秋兰。从军训教官退休之后，王秋兰在协助政治人物跑行程、处理文宣及民众陈情请托案件之余，自2011年起，长达12年，每周搭火车往返北东，在中华民国日本舞踊舞蹈研究协会学习现代日本舞踊舞蹈艺术。各位乡亲好，我叫王秋兰，目前是中华民国日本舞踊舞蹈研究协会常务理事，那也是中华民国日本舞踊舞蹈研究协会瑞川分会分会长。王秋兰于2013年成立大雅乐舞集，2018年成立中华民国日本舞踊舞蹈研究协会瑞川分会，并筹募运用社会各界的资源，于2015、2018、2019年先后办理跳秀兰厝边日本舞踊舞蹈展演，并办理公益捐赠，期望借由舞踊舞蹈的演出来散播爱与关怀，一起关心社会中的弱势族群。那老师是其实还蛮严格的，可是呢讲完了以后又怕说哎学生会不会受伤才走，那后面都还会自己要来打电话跟我们辅导说你们要放宽心啊，不要太紧张啊。然后老师自己也一直都没有松懈，他其实一直也自己在学习，所以他是一边自己学习努力进步，然后一边也带着学生一起前进这样。王秋兰和他的教学团队除了完成协会及日本德本流的师资检定外，自己也报名参加卫福部国民健康署预防失智延缓老化高龄团体运动指导员的培训。2019年起，配合台东县体育会运动爱台湾的计划，教学团队深入台东县金峰、大武、达人文化健康站及市区的关怀据点，受日本舞踊舞蹈西川流运动科学舞的启发，王秋兰尝试针对台东乐龄及高龄族的运动需求，尝试结合日本舞踊舞蹈的劲加上肌耐力训练技巧的动，发展出优雅健康的运动科学舞教学，借由优雅柔美的日本舞蹈运动，达到预防失智延缓老化的目的。2024年带领50位乐龄及高龄舞者参加台东市千人舞蹈观摩所表演的欢乐丰年祭，是王秋兰团队运动科学舞教学成果的展现。喜欢他是因为本身就是学艺术的，我的人格特质一向是我想做我就一定会做到底，而且做得贯彻，做得非常的落实。从自强号搭到有普悠玛号，这12年来我从储备到指导到示范，到去年到北海道拿到德本流现代日本舞踊储备师资的检定证书，我觉得这一生已经非常的圆满。得到这个奖项根本就不在我的意料之中哈，我觉得助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我期待透过跳秀兰厝边这个主轴，建构善的循环，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互相帮助，师生互相成就，这是我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